我们守军公司已经成立了将近要30年了，目前就是主要还是生产数位扭力扳手为主，帮着国内外海许多的大客户生产 OEM、ODM 的产品。但是现在我们也开始走自己的路，那我们在台湾地区，我们也开始推广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自己有强大的设计的团队，那是以消费者的出发点来设计工具，而并不是以设计者原始的概念来设计工具。所以我们会常常会去观察我们消费者他们所使用的一些状况、使用的习性，我们会去给他们试用，然后跟他们讨论，也会跟买主讨论，然后开发出一个最适合消费者的一个产品。我们这支所生产的扭力扳手，它是完全不用去用手转，而是用晶片去控制它的扭力。那我们公司强调的就是一个功能，就是一个按钮。那我们的晶片是植入在这个铁管里面哈。那这个晶片的原理就是说，透过这个扳手它的形变呢，然后量测它的电流差，然后电流差它又透过我们的软体的补偿的方式，它能够算出它的扭力值。那透过判这个荧幕上判读这个扭力值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去避免说把螺丝锁断，或者是把物件给锁坏的这样一个情况。早期的我们扭力扳手就只有这个我们称为叫做搭载式一般的集轮头。但是呢，随着工业发展的关系呢，我们有发现到越来越多的客户呢，单单用这个头是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工作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公司就发展了许多的配件，举例像是说，这种活动扳手头，这个是我们独立开发出来的一个配件哈。那也有像是说，有些客人他们可能需要用梅花扳手的部分，那就有梅花扳手头的这样一个造型。那我们接触到油管的客人的时候，他们就喜欢是用油管扳手的这样的一个系列。那像这个的话，它就是目前是世界上只有我们有而已。那针对刀具市场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刀具在专用的可换头。那可换头怎么使用呢？就像我们有这种没有头的扭力扳手，那今天就是选择你喜欢的款型，然后呢，你就是把它给插进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这样子，这支扭力扳手它就变成是一个开口型的扭力扳手。我们公司目前生产的最小扭力值是从0.3，那到最高是到2000牛顿米。那现在我手头拿的这支是1000牛顿米的。那这里有另外两款呢，是我们传统机械式在使用的。一准度如果要求比较高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推荐他使用我们公司所生产的数位型的扭力扳手。那现在我们这个扳手呢，最大的客户族群呢，都是使用在铁道工程的修筑，那还有像是地铁上面使用，还有车厢的建造啊，还有一些卡车的轮胎的替换。那我也知道我的客人也有卖到国防的单位里面去，也有卖到电厂里面去。那其实我的运用用途里面其实蛮广的。我们期望就是说，我们守军公司所生产的扭力扳手能够在将来在各个地方都能够开花成果，然后呢能够以台湾为基地，然后进军到中国大陆，然后进军到美国，甚至回到欧洲。